兔兔在泥潭里玩泥巴，好大的泥潭！兔兔又跳到了泥潭里，它还转起了轮胎，泥巴都溅到巴士身上了。兔兔在偷笑，不、哦，巴士也跳到了泥潭里，也玩起了泥巴。他们俩在泥潭里蹦蹦跳跳，泥巴溅得到处都是。
巴士好像有办法。哦，原来他有一把锤子。巴士，把大石头敲碎吧。巴士真是太棒了！机器人，来把碎石头搬上车。石头来，突突，车厢装满了，先运走吧。巴士，把五福拉起来吧。前方
可是巴士并没有发现。搬起一捆木板。
放到突突车厢上。突突，车厢装满了，可以出发啦。到了，先去查看情况吧。突突来到悬崖边，仔细查看。该怎么建造桥梁呢？有了，巴士先在悬崖边插上支架，五福装好滚轮，突突在树干上绑绳子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把五福吊到悬崖底。OK。五福要在地面上挖个土坑。机器人等得睡着了，你们看，桥墩建好了，现在把五福吊上去喽。五福上来啦，突突又遇到难题了，这么远的悬崖间隔，要怎么铺桥板呢？想到了，小红、小蓝，取台桥梁吧。机器人抬来了桥梁，安装好，耶，快建好了。接着是铺桥板了，五福去铺桥板吧。五福勾起一块木板，铺在桥面上，一块一块慢慢铺好。
这里打个木桩。好了，吊车吊起木板，铺到木桩上。当当，木台建造完成。六六别急，他们马上就来救你了。吊车快上去木台吧。维修，哇哦，修好了！不二做得太棒了，可以离开喽。五福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原来是在搅拌水泥。小七吊着木板，快要看不到路了。糟糕，小七踩到砖头飞起来了。哦，小七落在了水泥池里，五福赶紧查看身上有没有沾到水泥。小七在很努力地想要爬出来，可是他越爬越深，最后还是爬不出来。五二过来帮忙啦，准备从前面拉起小七。五福也来啦，五福要从后面推起小七。加油，用力，还是拉不出来，该怎么办呢？找一找有没有用得上的工具。哦，有啦，是锯子。五二快过来，换上锯子，测试一下。哦，很锋利哦。完成啦，轮到五福出马喽。五福来到小七旁边，用力把小七拉出来。五福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哦，还是拉不出来，吊车过来帮忙喽。准备救援，升起吊臂，把小七吊出水泥池，成功啦！可是小七的轮子被水泥截住了，让五福来帮忙凿开。不，凿开了，可是轮子也凿坏了。五福，快想想办法，找找工具。哇哦，发现了一个新轮子！五福过来拿走轮子。不二准备干活，把小七扶起来。五福拿着新轮子过来啦，先卸下坏掉的轮子，安装上新轮子，测试一下，没有问题。小车们做得太棒了！巴士来到了染色店。嘿，我要染色，帮我染个好看的颜色吧。五福要开始工作了，按下染色按钮。哦，怎么还没有染色剂喷出来呢？准备开始啦！糟糕，转盘失控了。五福过来查看。不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快想想办法呀，五福！五福来试试修理染色机器。哦，终于。
是巴士被染得花花绿绿的。嗯，这下五福真没办法了。五二过来帮忙啦。嘿，五二的爪子太大了，来换个小一点的。好啦，给染色机器更换新部件。更换好了，来测试一下吧。哎呀，这次喷下来了好多泡沫，看来还是不行。胡啊，再想想办法。有了，把两个部件兑换一下。哇哦，染色机器修好了，可以喷水了，太棒了。可是站台还是摇摇晃晃的，不如再去查看一下。准备再次打开开关。